圣诞老人是圣诞节的象征，但真的有圣诞老人吗？传说每到12月24日晚上，神秘的圣诞老人会驾乘由驯鹿拉的雪橇从北方而来，挨家挨户地从烟囱进入屋里，然后偷偷把礼物放在好孩子床头的袜子里，或者堆在壁炉旁的圣诞树下。事实上，圣诞老人最初的原型是圣尼古拉斯，他生活在土耳其的一个小村庄，经常悄悄给村子里的穷人送去礼物和钱财，广受赞誉。据记载，他曾在夜晚来到三个穷苦的女孩房前，由于这三个女孩没有嫁妆，无法结婚，因此尼古拉斯在女孩们睡觉时把金币放进正在烘烤的袜子里，这正是圣诞老人把礼物放进袜子传统的由来。公元346年，尼古拉斯去世后一直受到圣徒们的朝拜，教会的人对尼古拉斯的事迹进行了包装和宣传，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流传，逐渐成为圣诞老人的传说。